这个是台版款的绿色魔球洗脸机，它这一颗的设计是专门去针对一些油性肌还有痘痘肌，还有三个功能，第一个是它可以去卸妆、洗脸、卸妆，对，还有光美容，一分钟就可以让你做到抛光美肌，哇，它也有另外一个称号。 叫做抛光膜球，特别是它的清洁模式有三段，第一段呢它是黄光，算是温和清洁模式，可以去安定还有舒缓你的肌肤，然后它第二个阶段呢，蓝光它是中度清洁模式，可以用在什么，你知道你日常的妆感的时候可以使用，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紫光，而且你发现它紫光的振动方式也不太一样，有没有看到？它会这样转。 它这个紫光，它算是深度清洁模式，就是当你发现你的毛孔很粗大的时候，你用这个模式来洗，它可以去改善你的黑瞳粉刺，还有你长痘痘的这个状况。它是什么光这么厉害呢？舒服呢。韩国医美级的 LIGHT SPA 光波。我今天妆还好，日常可能不小心会被口红稍微沾到。怎么了吗？哦，你等下是要洗哪里？ 你要洗脸还是洗手？手啦，你嘴巴，你嘴巴，手啦，手啦，手就手就。可以，你用手擦，你看也比较不好擦。对，拿这个纸巾去擦，就擦掉了。没有，它不好擦，不好擦，还会留一个印。光这个刷头的层面，它就有700颗的。 柔软洁肤细胶，所以它摸起来是很舒服，而且不容易有细菌。对，而且它1分钟的震动可以高达3万2400次。第一个是它可以快速的溶解你的彩妆，可以开你的蓝光，中度清洁模式，肌肤上面化圆圈。对，不到1分钟可以看一下。对，你看，哇，好干净哦，很干净哎。然后在现场展示洗脸，哇，可以整个放水里面了，防水。它是全机防水，对，它是全机防水，所以你要是清洗的时候，你很方便。那我搭配它的 A醇洗面乳，机器我会先沾点水，我再挤一点洗面乳上去，然后开到紫光。 我听到那个震动的声音，像我洗的方式，我会以化圈的方式，然后像我们容易长一些黑头粉刺啊，或者是皮肤粗粗的地方，像下巴，还有这个鼻翼这边啦，对，它的泡沫其实是很绵密，很绵很绵，像这种绵密的泡沫，一方面可以按摩，然后一方面它可以更渗入你的毛孔做清洁，我一下就干净了，效果蛮好的，小心，有你抹，有没有刷？有你抹，哇，来，你敢吗？你，哎呦。 我的那个脸是很鼓溜的，你可以摸摸看。鼓溜鼓溜。第一个是它有一个抛光的效果。其实我自从用了这个魔球洗脸机之后，我就没有再去找我的美容师，替我省了不少钱。对啊。非常好。